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感应电流的大小跟方向。大小就是刚才讲过，磁场要有变化才会生感应电流，所以感应电流大小跟磁场变化率成正比，叫做法拉第定律。这个是考试爱考的重点，磁场变化率，变化的快不快，变化的越快感应电流就越大，变化的不快感应电流比较小。它还有跟两个因素有关，国中比较少考，比较少问，线圈密度成正比，线圈越多感应电流就越大，还有磁场强度，磁场越强感应电流越大。这个国中比较少人提这件事，比较少人问这个事情，你看一下知道一下。我们比较爱问的是第一个，磁场变化率跟磁场变化率成正比，叫大小的部分。还有叫方向的部分，方向要冷式定律来决定。冷式定律说起来文字很啰嗦，叫做感应电流所生的磁场要用来抵消原来的磁场变化，它的国字是这样子。好，感应电流会生一个磁场，它这个磁场的方向是要抵消原来的变化，抵消原来的变化，什么意思啊？电流会产生磁场，磁场变化会生感应电流。请问你感应电流是不是电流？也是电流，对不对？所以会生什么？也会生磁场，对不对？也会生磁场。所以有一个 A 磁场发生了变化，它就会生一个感应电流 B， 感应电流 B， 感应电流 B 也是电流，对吗？那它会怎样？它就会生一个磁场 B， 它就会生一个磁场 B。那前面有一个 A 磁场，这两个 B 磁场，这两个磁场有什么关系 ？B 磁场会用来抵消 A 磁场的变化。什么叫抵消啊？你如果原来是靠近的，我会把你怎样？赶远一点。你如果是远离的，会怎么样？把你吸进来一点，懂吗？你本来会变多的，我使你少一点；你原来会变少的，我使你多一点，多一点叫抵消。所以 A 磁场如果是越来越大，我就会生一个 B 让你稍微小一点。我不可能完全抵掉你，因为我是感应来的，不会那么多，但是我会让你少一点，叫抵消。所以感应电流所生的磁场方向会抵消原来磁场变化，就是这个图上面所显示的意思。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法，等一下再跟你说。所以你看到我如果要靠近生同名级，因为我赶你走啊，你想靠近对不对？我赶你走，所以呢我靠近会生同名级，那我如果要远离呢，我就会生异名级。你 N 要走对不对？我生个 S 把你怎样吸回来一点，听懂吗？所以抵消变化嘛，你想靠近，我不要你靠近，我挡住你，同名级挡住你。我想要离开，你不要离开，我这个异名级把你吸回来。所以有一个简单的技法，就是想来的不要他来，要走的不让他走，好，这个叫做犯贱 ，OK， 好，人家约你吃饭，不要。那我找别人不行啊，就是想来的不让他来，要走的不让他走。我的 N 想走了，不要走，生个 S 吸回来。我的 N 要靠近我了，不要来不要来，我生个 N 挡住你啊。想来的不让他来，要走的不让他走，就是我们的冷式定律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产生的感应电流方向。当然这里还是要用到我们的安培右手，要怎样的才会右边生 N， 要怎样才会右边生 S， 又要回到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， OK 吗？ OK。